情之下举办一场音乐会，对于乐团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辛辛苦苦的排练可能到时候会被取消，那如果能够成功的举办的话呢，对于听众来讲也非常的难得。重庆爱乐乐团演出季5月27号将上演一套非常精彩的有分量的这个曲目啊，我们的这个宣传小组呢给他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叫夏日情书，希望这份情书最后能够顺利的送到每一个听众的手中。重庆爱乐乐团5月27号为大家奉献的这场音乐会上半场演奏的